奇怪，为什么我的盥洗用具呢？不知道跑去哪里，然后呢，我就摸到了两罐，我就把它往头上一倒，好像是漱口水的感觉。他喜欢拿着 V 八摄影机到处拍家人、拍朋友、拍自己，虽然现在看不到，看我不会拍拍了。哎，突然眼睛张开了，看见了。本周日晚间10点，台湾起，萧煌奇，看见音符的颜色。